呛呛呛呛呛呛呛，贼，怎么样？好，我手上那枚钻石戒指。哟，哎，我那钻石戒指呢？不对呀，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戴着呢。哎，大川，哎，我那钻石戒指呢？你看见没有啊？啊？哎，我没看见，真是的。哎，芬芳，你别在那儿瞎折腾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我折腾什么了？我折腾，你知道吗？钻石的，就是那个结婚周年你送我的那个大钻石戒指。陪云朵玩了一晚上，累了吧？简直就是甜蜜的折磨呀！带一个孩子那么累啊！我才想起我妈年轻的时候既要陪着我爸创业，还要带着我跟我哥，真是挺不容易的。嗯，哎，养儿才知父母恩，当妈不容易啊。难怪妈脾气差。你可千万别像我妈，家里有一个已经够难伺候的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。明朗，嗯，我觉得妈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古怪了。好的时候呢，就陪云朵玩一会儿，但是一点小事就翻脸，脸说变就变。妈的病真的挺怪的，我们从西药转中药，又从中药转到西药，吃了那么久了，好像越吃越严重一样。而且妈现在像个孩子一样，经常找理由不吃药，有时候还偷偷把药给倒掉。把药倒掉？嗯。明朗，我认识一个专门看精神类疾病的医生，我约他上门来给妈看看病，你觉得这样好吗？好啊，但是我怕妈不肯。我的戒指呢？我的钻石戒指到哪儿去了？我去看看。哎，你别动了，别吵醒云朵，我去。哎，怎么没了？早上我明明带着的呀。我说芬芳啊，我的戒指呢？哎，哎，这儿也没有。哎，哎呀，去哪儿？芬芳，芬芳，冷静点，冷静点啊！这么晚了，你冷静点啊！我能冷静吗？我不能冷静，我啊，不行，不行，我很热，我很热，不行，我得出去透透气，我得透透气。哎，我说你不睡觉，你在这装鬼啊你！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你是不是天天盼着我有事儿呢？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眼，你出来干嘛？半夜三更的，是不是想到我房里偷东西？不是的，妈，我是听到您的房间有声响，就过来看看您。有声音响？哦，哪儿呢？那儿呢？声响。你给我出来！想干什么？想偷东西是吗？我跟你说不可能！妈，你妈，你怎么？嘘，吓跑了！妈，你看，我告诉你啊，出来！妈，出来！妈，这丫你烦不烦呐？你出来！你不出来，我可就不客气了啊！我是孙悟空，你知道吗？我来打你！妈，我和风姐吧。你怎么这么讨厌呢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是不是要到我房间里去偷钻石？我没有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你说，你是不是要偷我的钻石？不是的，妈，妈，你放开我！就是偷了我的钻石，给我拿出来！你说，你把钻石放哪儿了？还我的戒指！还我的钻石戒指！给我拿出来！你放开我！还我钻石戒指！明
妈，我妈，你松手啊！你怎么了，妈？芬芳，偷了我的钻石戒指。啊，百合，没事吧？啊，芬芳，别怕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芬芳，芬芳，你冷静点。别害怕，我们回房间好不好？乖，好了，没事了啊。走吧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你干嘛呀？先生，请喝茶。啊，啊，谢谢，妈。这位是我的朋友袁大。你好，阿姨。他是你朋友啊？啊，好像没见过。啊，那你们聊吧。啊，我走了。妈，袁大今天是特意过来看您的。来看我的？嗯。有什么好看的？啊，袁大他是个医生。啊？啊，医生啊？百合又病了。哎呦，反正我没病，我不管。哎，你是哪个医院的？哦，我是第七人民医院的。哦，第七人民医院的。第七人民医院的，那不是神经病医院吗？你神经病大夫跑我们家干什么呀？我们家又没有神经病。好了，妈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这些大夫就是骗子，你看头发都掉光了，准是缺德事儿干多了。别这样，妈。老实说，袁光头，上一次送花到我们家的是不是你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不知道吗？上次我给你看的那张卡，你爸这种状况多长时间了？有没有出现过幻听、幻觉，经常像现在这样难以控制情绪吗？我妈她……哎哎哎哎！你们俩不要当着我的面说我的坏话，知道吗？我的精神状态很好，我怎么能有病呢？哎，阿姨。您听到其他人在跟你说话吗？他们在说什么？您经常会这样吗？来，咱们详细说一下。你神经病啊你！啊，我描述什么呀？我描述，不是跟你说好几遍了吗？我现在非常非常的好，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啊，我们这样的素质，我们怎么能得神经病呢？你就是个骗子，儿子，他就是个骗子。妈，生病就是生病，就是要看医生的，你不能这样的。我没病，妈。我们就配合一下袁医生行不行啊？江百合，我就知道是你搞的鬼，有本事你直接把我送到精神病院不就完了吗？妈，干嘛要来这一套？妈，你这样的态度大家怎么帮你呢？帮我什么呀？我很好，我干嘛要人帮我啊？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一个神经病。妈，妈，妈，你快点，你别激动，滚！对不起，这太太，滚出去！哎呀，太太，太太，好了好了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太太。我故意把他们撵走了，哎，我要给你们俩表演一段京剧，知道吗？啊，就我这水平，一般人我可不给他看。来来来，你们俩站到旁边，妈给你表演一段《智取威虎山》的小长宝。嗯，我爹爹想送板一掷坚强，顶天立地是英雄的共产党。怎么样，妈唱的好吧？公司最近呢，有一些新的项目，希望您能多多的支持，也希望我们能有更多更好的合作。哪里哪里，是我们还需要您多多关照。相互支持，好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啊。好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好，你慢走啊。
他们俩怎么会在一起啊？我家的表叔，我家有表叔吗？数不清，没有大事，不登门。虽说是，虽说是亲眷，太太啊，那儿危险，您快下来呀！可他比亲眷还要亲。太太，啊啊啊！叫大河，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叫盆河，你别害我。我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你的。妈，妈，你别吓我了，你快下来啊！啊，别玩了，下来下来，快快快快！明朗，明朗，江白河是坏女人，江白河要害我！哎呀，江白河，他怎么会害你啊？没有人会害你的，妈。他不是坏女人，他不会害你的。下来，江白河！哎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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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别逼我。你别逼我！别别别别！已经没有地方了，你再动我可就下去了啊！哎，别别别别别动，别动，妈，你千万别动啊！别动！我没地方坐了，你别逼我！白河，你先下去，下去！江白河，快去叫爸！我求求你了！他走了，你别害我！妈，我求你了，你别吓我了，我求你！没有人害你，我是明朗，我是你儿子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明朗，我跟你说，江白河是坏女人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他要害我，我会保护你的，你不要害怕。对，我跟你说，她真的是坏女人，她真的要害我。芬芳，我没有得罪你。芬芳，你怎么坐那儿了？危险呢！下来，下来。江白河，安心，别急，是个坏女人。江白河，江白河是个白骨精。哼，你变成江白河，我也认识你。我是孙悟空。芬芳，我不怕你。芬芳，哎呀，我打白骨精。芬芳，百合，你，芬芳，过来呀，你来呀，我是大川呐，我不怕你，你要害我，你来，你来，你别动啊，芬芳，江白河，我是大川啊，我没有得罪你呀，江白河，你别动啊，你千万别害我，芬芳，我是李大川。李大川是个老公啊。大川，对，是我。明朗，妈，哎，你们俩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快快快，妈，快下来，小心点啊！下来下来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把我弄这么高干什么呀？这很危险的，知道吗？啊，知道知道。这要是掉下去，我就没命了。回去吧。好好好，你们也太不小心了，真是。没事了，没事，回去。干什么呢？这是。李董，您喝茶。红姨啊，哎，芬芳，最近的病情很严重。哦。大家要多关心照顾着，尽量不要去刺激他。顺顺他的心，啊！我知道。嗯，白河啊，嗯，你妈对你的成见比较大，你要特别小心啊！啊，嗯，爸，我知道了。明朗，你妈去看医生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她不肯吃药，不肯去医院，就连我们给她请来的医生，都被她赶走了。你们坐着吧，我上去看看你妈。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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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叫救护车，快点！哎，不用不用。哎，我呀，我这几天心里不好受啊。哎。感觉好些了吗？啊，没事了，放心。李天呐，爸知道天一发展得很好，我很为你高兴啊。爸，
现在最重要的是你把身体养好，天一的事情你就放心吧。是啊，公司的事有我和哥在呢，你就别操心了。我已经提请董事会，决定从半退休进入到全退休的状态。工作方面，明朗还显得稚嫩。李天，你要多帮助你弟弟。李天呐，爸在商场上打拼了一辈子，特别想告诉你，事业上的成功只能带给你一时的欢喜，亲情和爱情才能带给你永久的幸福啊。亲人只是一世的缘分，这辈子啊，不论你爱与不爱，下辈子都不会再见了。我希望你们兄弟两个彼此要多珍惜啊。爸，怎么突然说这些呢？您不要胡思乱想了。爸昨天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要走了，心里还有很多话来不及跟你们兄弟俩说呀。爸，您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好身体。是我，别总自己吓自己。哎，别管我了，你自己也去睡会儿吧。不睡了，这一躺下去自己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起来。呸呸呸，净说那些不吉利的话。真要是走了，这家里啊，我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你呀。明朗有百合，李天呢够独立，你怎么办啊？你现在是不吃药也不肯看病，这怎么行啊？真要是脾气上来，家里人啊你几句骂这倒没什么，可现在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知道家里人有多为你担心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吃药。好啊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。从今天开始按时吃药啊。好，知道了，按时吃药。嗯。唉，云朵，这件好看不好看？嗯，那这两件呢？都好看。都好看啊。哎呀，是啊，阿姨穿什么都好看啊，阿姨穿什么都美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哎，明朗，我想送云朵去完幼儿园之后回漓江去工作。好，我都帮你想好了。是吗？嗯，那请问李总给我准备的什么职位啊？设计部的首席设计师，怎么样？真的？啊！太好了！干嘛？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去上班啊？我明天出差，下个礼拜回来，下个礼拜一吧。啊，好，遵命。可以吧？哎，明朗，你快帮我选一件，我周一上班应该穿什么？这件。哎呀，我们家百合大小姐穿什么都好看，真的。谢谢。我上班了啊，走了。嗯，拜拜。哪个？云朵，我们到教室了，快进去吧。我不想上幼儿园。
为什么呀，云朵？你看，有好多好多小朋友都在等着跟你玩呢，是不是？嗯，等太阳公公下班了，阿姨就来接你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，云朵？请问一下，你是云朵的妈妈吗？哦，我不是，我是云朵的阿姨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我是云朵的老师，我想跟你谈一谈。谈一谈？嗯。云朵最近变得有些孤僻，在幼儿园常常一句话都不说，我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，还常看她做一些危险的事。她在家里也是这样的吗？没有啊，从来都没有。她在家里很喜欢跟我们一起玩的。我不知道家里是不是有人对她的性格造成了什么影响，又或者最近她受了什么刺激。你说，毛虫是不是你放走的？我没有，我带着毛虫去院子里玩，他自己跑的。云朵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谁敢先吃？谁敢先吃？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吧？老师，他的妈妈刚刚过世，可能他需要长一点的适应过程。希望您给他点时间。哎，有没有摔伤啊？没有。哦，那你去别的地方玩吧，啊，小心点啊。云朵，我想回家。妈，哎，我怎么觉得见你比见鬼还难啊？你就那么不乐意见我是吗？你手机为什么一直关机？你一直都在瞒我。我们不一定非找个有钱人啊！你认为我这么做就是为了钱是吗？我要的是他们早晚一天会完蛋。童姨，我昨天那可是帮你。你别不是憋什么坏主意坑我的吧？赶紧坦白吧！怎么着，想趁明朗不在家，你们俩玩一个龙凤配是吗？行，我认了，我拿的行了吧？你看什么呢？我没看什么，我先买菜去了啊。老婆坐稳了，我加速了。你喊谁老婆呢？占我便宜。疼，熊掌啊你这是。哎，我就过过嘴瘾。那也不行啊。老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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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婆。让你再叫。嗯。还叫吗？嗯，对对对对，嗯。
咱俩谦虚点说，也算是郎才女貌了啊，多合适的一对啊！谁跟你合适了？你看我那么白，你那么黑，以后咱俩生出个斑马来怎么办啊？那生熊猫还国宝呢。你才生熊猫呢！你才生熊猫呢！不生熊猫，好好开车。爸妈，哎呦，回来了！这好，这好，来来来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快坐下！来来来，大妈，快坐下，坐下。阿姨，哎呦，这满头大汗的，来，谢谢阿姨，来来来来，我自己来。妈，你偏心啊！我也工作一天了，怎么不见你心疼我，就知道心疼他。爸，你看我妈就知道让咱俩吃醋。说说他呀，我就喜欢大妈。吃什么醋啊？叔叔阿姨就你这么一个姑娘，不疼你疼谁呀？是不是？是是是，吃吃吃。哎，大华，今天菜场的行情怎么样？还行，就是西红柿掉价了。这个菜价一天一个价，这个人也一样啊啊。指我啥意思？你爸呀，就是说，这个人呐，就像那个菜场里卖的水果；这个十七八岁呢，就像那又大又红的苹果，好吃又好看；这要是到了25岁呢，就像那石榴，好吃不耐看；哎呦，这要是过了30呢，咋了？就像那西红柿。哎，西红柿怎么了？挺好的，你还把它当水果？我就爱吃西红柿。哎呦，你还真吃啊？吃饭呢？哎，大花大花，来吃饭，来来吃吃吃啊，吃吃，来来来，吃一个。哎呀，你吃吧。云朵，我们到家了，快进去吧。云朵，云朵，怎么了？云朵啊，你告诉阿姨，平时都在幼儿园做些什么呀？我把小朋友的杯子都摔碎了，还把牛奶倒到玩具箱里。云朵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你知道你这样做既危险又不友好，那小朋友们以后都不敢跟你玩了，他们都害怕你了，怎么办啊？奶奶不是也常常摔杯子吗？奶奶是因为她生病了，你不能学他。江百合，你又在这说我的坏话啊？谁有病啊？你才有病呢！你看我不打死妈妈妈！不是，哎，你说我的坏话。妈，奶奶老巫婆，奶奶老巫婆，奶奶老巫婆，我奶奶老巫婆，你会奶奶老巫婆。我告诉你，再在这骂我，我连你一块打。妈妈，你放开妈，她还是小孩子呢。妈，你放开我，她小孩。敢不敢打你啊？妈，你别以为我不能打你，你以为你是小孩我就不能打你了啊？他骂我，他骂我，他们俩都骂我，光天化日之下啊，他们两个都在那说我的坏话。芬芳，非打死刘芬芳。你醒醒。哎，你们怎么都在门口呢？啊，芬芳啊，你跟我回屋去。云朵，没事了啊。跑这么远来见面，你不觉得累？
你不觉得这里的环境特别好，特别宁静吗？言归正传，最近我爸对于装饰还有天衣的事情都特别的敏感，凭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应该很快就会调查我，所以最近还是收敛一点比较好。收敛？这不像你说的话呀。我倒是认为我们应该抓紧时间，趁事情没有败露，赶快把事情做成。说不定你爸已经对你下手了，你再不采取行动，恐怕以后就没机会了。我们俩是父子，不是敌人。你不要自欺欺人了，你跟我谈你们的父子之情。我一直都在劝你，要你把重心放到装饰公司上来，你一直都在犹豫，放不下你的天意。这段日子我已经拿了很多的资源转给装饰，我觉得已经足够了。当然不够了，你给我带来那几个小客户算什么？你把好东西都留给了天意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看来你对我们天一还蛮了解的。当然，因为我们是合伙人嘛。你一直都在留一手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也能够理解你，不过我想你应该清楚，天一的注册资金和资源都是你爸的。你别以为你是法人，你就可以我行我素。你记住我一句话，你永远都逃不出你爸的手掌心。除非你能狠下心来想想以后该怎么做。林夏，这么巧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待会儿刘天就要来了，你赶快离开这儿。我知道，在他没来之前，我得先跟你聊几句。最近黎家老爷子可能在查黎天，现在的他只需再添一把火，他就会像飞蛾扑火一样烧起来。是吗？那你太小看他了，他是不会自取灭亡的。我已经看到结果了，只是我现在不想这么早结束，也许我们可以玩得更大一些，看黎家老爷子和黎天进行一场厮杀，远不如看黎天和黎明老拼个你死我活得更有意思。毕竟黎天不是他家老爷子的对手，看着不过瘾。你要怎么样？要是没有黎天这个跳板，我们又怎么可能触及黎江呢？我现在对你的要求是协助黎天重返黎江。这怎么可能呢？那老爷子刚把黎天撵了出来，怎么可能让他回去呢？帮黎天搞定黎明朗，你别忘了，你原来可是黎明朗的秘书。那又能怎么样？你最了解黎明朗，好好想想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我先走了。他想什么呢？我在想你啊。想我？想我什么？还不上来。平常我看到人家在路上走，每个人走的都比我快，可是在这个水里面，没有人能够游得过。
你到底在想什么？告诉我。我是在想，怎么才能帮你重返漓江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？你在做梦吗？要是我回去了，那明朗呢？明朗他还在。我问你，如果说江百合他不在了，你认为明朗他还会在漓江吗？江百合不在，明朗不在，还有我老爸。那再做个假设，如果说老爷子也不在了。宁夏，我觉得你想怎么样都可以，但是千万别想着动我的老爸。睡完午觉就去幼儿园的吗？其他小朋友都在幼儿园睡午觉呢。我不想去幼儿园，我要和明朗叔叔去骑马。可是其他小朋友都在幼儿园等你呢。怎么了，云朵？啊，怎么不高兴了？明爷爷，明爷爷，我不想上幼儿园。我想在家里跟爷爷玩。哎呦呦，原来是不想去上学啊。啊，好，爷爷给你做主了，今天呢我们不去了啊，不去了。爸，您不能老惯着他。哎，就一天，让云朵陪陪我啊。好，就这一次啊。好，走，爷爷带你去玩啊，我们去玩喽。云朵啊，告诉爷爷，为什么不喜欢去幼儿园呢？爷爷，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不愿意跟我一起玩。哦，云朵啊，他们都是你的朋友，你要相信，这世上啊，还是好人多，坏人少，而坏人离你很远，只要有爷爷在，坏人是不敢靠近你的。坏人长什么样呢？他们住在哪里呀？爷爷向你保证，只要爷爷在，坏人呐，永远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。啊！我想离爷爷永远都在。好，好孩子，爷爷老了。也许有一天会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，话也说不清，或者爷爷再也见不到你了，但是无论爷爷在哪里都会一直看着你，保护你啊。哎，李董，这些是前几天拍到的。还有，李董 ，U 盘里的内容是从黎天的电脑里下载的。